家做海外的外交官，把中国的文化，把最好的爱心散播出去。百善孝为先，孝顺可以使你的心中非常美。那这样的情况之下，灵气用在你的身上，那这个人会怎样？就像刚说，他一定会在无远佛界的国外想到我远在家乡的爸爸妈妈，我不会让他担心。多少忠贤有此身上衣，也就是说其实我们都很幸福。那很重要给大家一个概念，就是要珍惜现在。所以很多东西就是不见得用语言，那你听到了也不一定是真的，也不见得代表他心里，所以你要去感受。那当别人对你付出一点，记得去感恩，然后珍惜，然后甚至什么叫造福，去回馈别人，别人就会再帮你。所以很重要的是大家要认识自己嘛。其实有很多人是不认识自己。
The sunshine is cold, the flowers dance along the river. The mountain is calling the stream. I jump in and swim, being dreamer, saying nothing works. Yeah.